感受不会很久，袂像去倒冬哦，你目睭清盈盈，坐三点外钟，那种感觉、啊。来到日本哦，很多景点都会有一个扛棒，啊，伊只扛棒吼，扛棒你也看，日本字看无，你也莫看，看汉字是不是就小可知影意思啊？有无？天使、圣母、修道院，哦，啊，像这，对，1898年，这台看有这弗朗斯从法国来了8位修道女，啊，一开始来这里传教。啊，因为日本人接受度不高，所以他们草创期过得很辛苦。那这个咱即马看到这栋，这内底平常的建筑物，这栋吼，较早是啥个呢？旧的迄个孤儿院啊，旧的平常改买起来，啊买起来了呢，结果伫个1925年发生火灾，拢烧坏去啊。即马看到的这個，伫1927年重新整建，啊这有水无？有比咱台湾十几年的厝更加水无？这已经90年啊！为什么安尼？因为人因固定时间，伊会去保养，会去整理。咱的厝若安尼做，住100年嘛，是。哦，所以，即咱即马礼拜内底吼，啊，我会带恁入去这个资料馆参观一下，吼、哦。啊，这边前面都可以拍照，资料馆里面就不可以拍照了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袂有车无？好啦，快叫一个啦！你阿冇讲，我都未晓讲啊，就了介绍以后，我是要讲啊。你讲，啊，这都修得医啦，啊，这块60个人啊，我来招，不是高龄医啊，哎呀，哦，小医啊，我这块要来修得啦。哦，修得，你要修得啦。你去哦。有没有介绍很清楚？没有。你来